我们每个月第二个礼拜四的活动叫做 Don't Style。Style 就是 style 那个英文的 style。那其实呢，其实 Don't Style 我们邀请到的歌手呢，都是比较是以在地的，那比较年轻，具有一些创作能力，还有个人特色比较独特的一些台东在地的歌手。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两组，上半场呢他叫做志伟哥哥，那他是台东土生土长的一个男孩这样。那他其实呢创作了非常多的歌曲，那他今天会带来他的创作还有他自己喜欢的歌曲。那下半场呢，他其实也是我们台东在地的一位歌手，那他同时有组一个乐团叫做太阳下山，那他是担任太阳下山的吉他手，他叫做伟涵。那他自己呢也会自弹自唱，然后很有型的一位男孩，我都以男孩称他们，就是台东在地的年轻男孩这样子。那今天也会带来一些自己的创作。那其实今天主要 Don't Style 呢，就是台东在地歌手啊，借由 Don't Style 可以让他们有个平台，可以发挥他们自己，分享他们自己的音乐。那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呢能够感受到台东不一样的音乐的能量这样。那跟大家介绍一下环境，在刚刚大家换饮料的地方呢叫做吧台。那其实除了兑换的饮料之外呢，我们也有许多的调酒啊，然后啤酒、茶类、咖啡都有。如果还想要再喝的话呢，都可以再到吧台，就是再点购这样子。那在旁边呢叫做铁花好店，有贩售一些我们的铁花文创商品，还有一些支持那个独立音乐这样子，那都可以去那边参观。还有最旁边是台湾好店，就是来自各地的一些商品。那如果大家如果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或是离开铁花厕的时候，都可以到那边逛逛。那厕所呢，在大家的后方，就是彩绘热气球灯下，就是火炉旁边。那同时火炉也是我们今天的吸烟区，那如果有吸烟的朋友呢，就尽量不要靠近室内，那尊重一下不抽烟的人好吗？好，谢谢。那因为我们室内的空间有限啊，所以希望是如果你坐到是没有桌子的朋友呢，那也希望不要把椅子当成桌子，因为待会还会有差不多300个人要进来，所以就是我们椅子都是给坐的人使用。那如果你想要放置物品的话，可以就是放比较旁边一点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好。那如果现在呢，大家跟我做一件事，就是把你的手机拿出来，关成震动这样，然后待会都可以拍照，可以录影，可是不要使用闪光灯这样，会吓到他们。可能唱很深情，就突然皱个眉头，因为被闪光灯吓到。可以哈，那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愉快，有个美好的夜晚。那我这里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以及铁花村，再次欢迎大家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一个非常热烈的掌声，欢迎今天上半场的志伟哥哥。